我是子怡，今天玩下战神庙的图书馆，开局直接从这里连跳直接翻上来，发现下面有个人来回乱跑，想蹲一下狗洞是吧，面前发现没有人，他复活之后可能会来搞我，就直接跳下来，这个人是蹲我吧，好巧啊。那来家门口守一下，哎，对面有个人直接想出家，我在这边守着，我就当一波门神，补满血量，看情况再出去打。哎，发现一个，直接暗中偷了，继续蹲，门神在此，怎么又是你？这个人好像挺杠的，屡战屡败，然后又过来再送。他现在好像是不找我了，没事，我出来找他好吧。堵在家里，听到脚步声直接打一个先手，你是不是心态崩了？看队友都压过去了，我们见机行事，就把这些队友变成我们的工具人，感觉还能秀。现在八连击了，可是现在甲没有了呀，这个队友好像比我还要怂啊。他队友出去打，我也打，结果两个人好像都被他秀了，没子弹了。超神选手被终结了，感觉这一局八连击已经到顶了。点点点点点，这把为什么全都是连狙啊？两把连狙，换成九八 K。哎，这个人他又滑过来了，直接打一枪腰射吧。好像又来人了呀，左边进去一个，我感觉我要拼命上了，他怎么又滑回来了，那直接送走，没什么血量操作的。来 SEK， 刚下来就碰到一个，现在先是手枪，感觉不会卡手了，这局的手枪都非常的友好，只要别给左轮什么的那种就行了。然后队友好像是抢到了，真的是干得漂亮呀，干啥啥不行，抢起来的话都是带行的呀。杀一手枪难道要卡手了吗？这个 SKS 我直接点走，现在还有一丝血，不要给对面的送，回家血量，感觉他好像还活着，直接跟他来一波。红队离胜利不远啊，队友没抢到，好，平底锅的话最好来到天桥上啊，直接见机行事，看到他的直接下来拍。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